半价。台北第一台，新竹、台中、高雄。我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板桥，好吧，板桥也可以啊。板桥，就板桥。板没办事业。讲真的，从小到大很少吃顶泰丰，我觉得东西太贵。那边的花费太高了。是吧？一二一七嘛，九二九四呀，加三二，一二一九二九啊，一二一九二，不是一二一七，一二二一，对，一二一。